这拍是。你说是肩膀？肩膀稍微露一点，对，躺一点，对。没事，你们有话就说，别憋着。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啊，现在呢是在近期9月30号推出的电影《追龙》，追龙系这个电影中，一个曾经和华哥合作，刘德华华哥合作过的，然后呢这次在戏里边跟华哥跟甄子丹都有对手戏的演员徐冬冬的写真集拍摄现场。今天蓝胖子也是第一次干这活儿，如果说哪句话是因为没干过嘛，是第一次，所以说要说哪个环节做的不到位的话，各位见谅啊。伸手，好，别闹，我没你那么俗气啊。帮我把镜头拿给我，后面谁是蓝胖子？我呀。你给他们看一下你自己的样子。让你来啊，我估计你来的话还不如我呢。我现在虽然说手抖得特别厉害，但是呢我扛在肩上行不行？你给他们看一下你的样子。不是，他们已经看过了，他们不缺看我，就想看你。还是刚才那样吧，我拍一个大全的，刚才那镜头。行，想看我的你们别着急哈，等会儿啊，在那个东东再进去换衣服的间隙然后再看我行不行？那我说了不算，那再看他们。来，各位，现在线上不到20000人啊，各位就手上没活的先右下角的分享再来一波啊，然后先达到。东东刚才说了还要换衣服，明显是问句哈。如果说我觉得这样吧，如果说要能达到50000人吧，先达到50000人的时候，然后东东再换一套行不行？那就看你们的表现了啊。好，我看一下那个卫生间那个玻璃那个情况。行行行。